问你个事儿，你问。你对我动没动过心思？当然。所以，我是比不了上海，还是比不了烤肉店的男的？你对他还是爱而不得吗？我那天那样子是爱而不得吗？那你现在到底什么打算？打算什么？你和我。没什么打算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反正也不会按照我的规划来，倒不如做一些神来之笔。少扯这些没用的，真没想还是假没想？真没想。那我们现在究竟算什么关系？问你吧。你第一次问我，你得容我想想啊。还想？那在你想明白之前，你为什么要撩骚我？吃饱了撑的。我撩骚你，你撩骚我呀？我让你给我送药贴，让你去烤肉店了。我来看你还看出个错了。陈麦冬，陈麦冬，走。混玩意儿！我要再理你，我就是个蠢货。风中缠绵的香气，说着恋人的絮语，终于相信你是我的命运，你是我沿途最美的风光，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，也在嘴角怎么了？昨天没这个伤啊。小杰打你了？我就说嘛，早晚有人能收拾你。